嗨，大家好。今天老师要教你们怎么样从网站抄取那个 image，然后放进 PowerPoint，要怎样做呢？这时候我们来到这一个网站 Intellectually Disabled Association Malaysia，在这里有一个，这是它的 logo 商标标志。So 要怎样把它放进去 PowerPoint 呢？你只要在这个地方 right click，OK，right click。什么是 right click 呢？我看我可以找到一个 mouse 啊，right click，image，可以不可以找到这样的东西呢？啊，有了有了，OK，So 基本上这个东西就叫做 right click。OK，很好，这样我们就 right click。right click 呢，然后找 copy image。right click，这里的那个滑鼠就是你这边这一方，你叫 right click，copy image，choose copy image，然后去你的 PowerPoint 这里。然后再 right click，然后 paste。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回来这里，再来做一个，回去刚才那个网站，right click。找这个 copy image，回来 PowerPoint，right click，按这个。啊，对不起，right click，找回这个 button right picture，送给他，OK。然后要怎样把它变小呢？你就去这个右上角，按着它，这个叫 left click 哦，你要按着是 left click。So，什么是 left click 呢？要回去来这里，这个刚才这个地方。Left click，再如果你按这个的话，就是 left click，按这个就 right click 啊，这个更好，所以我们 right click copy，回来这网站 right click paste，OK，你看到吗？这个，所以 left click 是这个啊，所以我们就来这里，这个右上角，用 left click 按着它。然后慢慢的向下移动，它就变小了。你看到变小了吗？所以我们同样的在这里也一样，要把这个 logo 变小它。所以我们去右上角按，然后向下移。可以再把它移动去这个右上角，要移动这个整个图片呢，我们在它中间这里按着 left click 移来这边，这个也一样，right，我们可以变小它。给或者是这里移来这边也可以。OK，好，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月亮出来了。这整个八月和九月的主题都是关于月亮，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一个
晚上是什么颜色的？对，黑色的。所以现在我们要 right click 在这一个空白的地方 right click，choose new slide，有吗？new slide。OK，我们再来多一次啊，right click。找这个 new slide，然后去 home tab，去 layout。选择 blank，就给它整张纸都是空白的，你就看到了空白的。所以要怎样把它整张纸变成黑色呢？我们 right click，还记得 right click 就是说。按这一个地方，你的 mouse 按这个地方。OK，什么回来这里？Right click，找 format background，format background。OK，so 在这里呢。你可以找一个有个 color 这地方，选这一个，找黑色，按一按，就变黑了。这就是晚上了，耶！如果你做到这里，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然后去 Insert Tab，去 Shape，就在中间这里哦。你按 Left Click 去选择它，然后去这里有一个圆圈的，你按一次。OK，我重复，你去 Insert。移到去 Shapes，然后再找圆圈，按一次，然后回来这里，再 Left Click 一次，它就变了个圆圈。月亮是什么颜色的？对，月亮是黄色的。So，月亮是黄色的，要去哪里找呢？就要给它换成颜色了。你就 select 这一个圆圈，OK，它还有这样的个 dot dot 的时候，选择这个圆圈，去上这个最左上角这里有一个 shape format，或者是写着 format 的也可以。然后去 shape fill，你找。黄色，shape outline，叫 no outline。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月亮变大一些。可以要怎样变大呢？对了，这是从。还是右上角或者是左上角，left click，它就变大了，月亮变大了。好，现在呢，我们要把月亮
月亮好像下山这样子，OK？所以要怎样把月亮变下山呢？你就要去 animations，那如果是用 appear 呢，它会是这样子的意思，或者是这样子，它会出现，好像出来了，或者是 fly in 也可以。我们要用的是用 fly in 也不错了，用 fly in 哦，看到吗？So，如果我们把改成这样子的话，你看到这是黑暗，然后呢，我按一按，诶，月亮出来了，就是这样子，月亮出来了。So，好，So，我是尽量的录着慢点，所以你们比较容易可以跟得上。如果还要更慢的，给我知道。OK，就这样子。所以第一次拿不到、学不到，那是很正常的。你可以再重复的看几次，慢慢看，每天做复习，终有一天你们可以做得到的。Yeah，每个成功者都是经历很多失败，然后。不放弃，继续努力，你总能做得到。你要做到的，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你必须掌握电脑技巧，一切就从掌握 PowerPoint 开始。一切，当月亮出来的时候，当你做到月亮出来的时候，你就证明你是能够学习的。OK，只要努力，你一样可以，一样行，一样可以帮助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要跟别人比较，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哪怕是那么一丁点的贡献，也是贡献。要付出，要努力，要为社会，要为国家尽一份力。国庆节快乐，Merdeka，Merdeka，Merdeka。